中华镇族气运至宝，岂容他人觊觎？朱先生，你有一身剑宝的本事，不想打开吗？那废话，把你给我抢回来！先生，你没事吧？先生，你没有受伤啊？这是华丽的仙子吗？我是不是死了？先生，你没事吧？这是哪儿？为什么这姑娘穿这么短？啊！我要不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没事吧？现在是什么年代呢？2022年，一百年。我还有身体主人的基因，他也叫楚言。先生，你受伤了，我要不要先送你去医院？你先陪我一趟裤子吧。那你等我几分钟，我去取个东西就回来。沈小姐，您要的请开完花，请上，掌柜。这般名代珍宝，可谓可遇不可求啊！若不是沈小姐先下手，今日我定要。 真是太漂亮了！我爷爷一定喜欢，就他了。这次花鼓谁不给我回来？花了很大的人赚的富士能走。谢谢陆叔叔，帮我包起来吧。什么牛皮房景泰了？也能被称作叫景泰皇帝了。你是谁？我苏磊斋的新城，是武侠魔的古玩界，我排得上号。我陆鸿明做了30年了，靠的就是诚信。没错，我陆老板的，我教导，百分百正品。陆老板的人品，所以我说呀。 陆老板，您不是人品的伪药吗？就是眼光。松月斋的龟，假一赔十，假一赔十，那你可赔不起。你好大的口气！你懂景泰蓝？我懂。你怎么知道这是光绪年间的，还是明仿的？你又没有摸过。景泰蓝始于亚历山大皇帝，后经忽必烈西访的时候，从阿拉伯传入中，由康乾盛世三代达到了顶峰。 景泰蓝经过锤胎掐丝填料烧结磨光鎏金等工艺制作而成，每道工艺极其，稍有不同，就会产生惊奇。小伙子年纪轻轻，懂得倒是不少。那你倒是说说，我是怎么是光绪民仿了？横抱举坛这招数，我只在10年一次的全国古玩大会上见过一人用。你总说的可是全国古玩界的泰山北斗？ 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国门大开，景泰蓝流行于欧美，一时间官做民仿，其中就有一个叫做金瑞祥的民间作坊生产的景泰蓝，在安国世界贸易博览会和 B 国万国博览会拿到了脸的地位。你凭什么说他是光绪民仿？我做了热释光和器物分子鉴定，他的成分与明代景泰蓝的成分没有差别。所以我说呀，不是你们人品。 就是您的剑士坦差，大明宣德、景泰蓝，他采用的填充釉料，都是极其珍贵的松石绿，而那种松石绿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达到了绝技的程度。不信，你自己再刮开看看，对比一下，珐琅原料一模一样。 竟是假的，这怎么可能？敢问这位先生，明朝景泰蓝铜胎杂质多，胎体有沙眼，到了清朝年间工艺提升，胎体几乎完美无缺。这个胎体和明朝几乎一模一样，怎么就成了光绪年间？金瑞祥仿制的这一批是为了给洋鬼子多卖钱，他只做了一批，这批只做了不到90件，2000万。 乾隆时期的景泰蓝，在民国时期一件就可以卖1000块大洋。景泰时期的景泰蓝虽然不敌乾隆时期，但是好在出土量少，件件都是官窑，所以价钱也不低于乾隆时期。是我栽了，中日大雨，到头来却让业住了眼。我陆某人甘愿受罚，从今往后，这家店就归于沈总经营。 京城再无松月斋，再无陆某人。陆叔叔，这是我朋友的一池气话。陆叔，你别生气。陆叔的为人，爷爷和父亲都了解，我会向他们都解释的。金庸还要仰仗陆叔帮我们摘的淘金宝贝。您知道的，我们时间很紧。沈家不愧是屹立京城三代的名门望族。 请问先生大名？李不配，果然是高人不露相。对不起啊。
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只是好奇这些物件你都没有经过手，是怎么知道他们是假的？你很厉害。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物件？越贵越好，越有历史意义越好，名人用过的最好，传承有序，来路明确的最好。送人？嗯。放眼整个开仙桥，也就那根烟杆算个物。老板，这烟杆怎么卖啊？您可真是个行家，这物件来历可大。这可是咱京城最大的钢耙，货上清。当年最喜欢的随身物件，知道霍上清是谁吗？那可是咱京城所有大军阀的祖师爷。看见上面这两个字了吗？这笔解宝的意思，霍赞督军当年的字号就叫解宝。霍，臭要饭，说谁呢？霍上清，又名浩轩，字少安浩，号公肃。解宝字号从何而来呀？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五千。五百。不是兄弟，你这也太狠了吧，哪有你这么肯价的？你确定这个要五千？给他。哎哎哎，您别走啊，咱们有话好说。您看上面这可是玉大的。这烟嘴儿是玉不假，近色杂乱，烟杆铜绿铜锈满身。烟杆杆身还不通，这个烟杆最多也就是五百。一千不能再少了。不买。我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念高中的。行，不买，走。我买。谢谢美女。对不起，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也没多少钱，要不我们就买了吧。好久不见啊，小蜜蜂，最近有空出来看看。我听到什么东西值了一千呀？这位美女手中的烟杆，这两天在西城淘来的。这烟杆沁色自然，包浆也是老，是个好东西啊。美女，可否让我长长眼？烟锅圆，烟杆扁，烟嘴白，铜锈铜绿，天生自然，像是个民国的好物件。这烟杆多少钱？一千。我出一千五，给我包起来。老板，你这烟杆还能卖给两个人啊？哎呀，对不住您了，我都已经付过钱了。像这样的东西不适合你这样的待遇。你只要不松手，没人能拿走。哟、嗯，好啊，美女出门还带着下人。我想要的东西，别人可从来没抢走过。我想要的东西，别人可从来没抢走过。你试试。哎呀，要不我们不买了吧？老板，我出五千，给我包起来，跟我青帮斗。怎么，你想坏了规矩？什么是规矩？有钱就是规矩。你个臭要饭的，你懂什么呀？咱们古董行可有个规矩，上一家买家没离手，下一个买家可是不能插手。在座的可都是见证人，怎么，你想坏了规矩？我告诉你，一个破烟杆，我跟你这个臭要饭，你在这打个什么呢？哟，还知道这个烟杆是民国的，于金生，算你有点眼力。我今儿让你看看什么是宝贝。我今儿让你看看什么是宝贝。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居然把别人的名气带在手上。你这个名气别人带了300年，被别人挖出来送给你，你还当个宝贝似的带在手上。死人带过东西怎么了？你个臭要饭的，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死人的名气带在身上300年，
天天失水烂肉进食，被人挖出来暴尸荒野，怨气直冲脑。到那个时候，阿伦神仙都救不了你。你个王八蛋！我住手！谁呀、啊？爸，你小畜生，没你这个女婿。哎呀，爸，不怨我呀，是他。闭嘴！要不是这位大师，我宋雨斋早就完了。滚！对不住大师，是我管教无方，冒犯你，还不滚过来道歉？对不起。这是你的救命恩人。哎呀，爸，你说的这事儿靠谱？一共二十七个寺院，掉了六个，这是为什么？大师，对不起，我嘴贱，我得罪您了，我给您道个歉啊。把戒指送庙里，请个法器戴三年。老板，知道为什么一直压你价吗？因为你秉性太差，一心掉在了钱眼里。James Bruce， 怎么会？是海龟。天哪，我竟然都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家长，帮我个忙，查个人。哥，这个是今天早上葛叔拿来卖的，他说是老头不屈老找的，我按同手的价。哥，你看。把陈醋拿了。只要顺治、康熙、乾隆、雍正和嘉庆，其他不值钱。只要顺治、康熙、乾隆、雍正和嘉庆，其他不值钱。哥，你看这个。银币，银元，要不要煮？这不是银元，这是银币。铜钱可以煮，银币煮了，包浆化了就不值钱。一共是三枚顺治铜宝，六枚康熙铜宝，四枚乾隆铜宝，和六枚嘉庆铜宝。哎，家老，哎呀，总算把您盼到了。不好意思，来晚了。坐坐，哎，坐坐坐。家老，我叫刘一天，昨天许教授跟您沟通过的。你的事儿啊，老许昨天跟我说了。哎，不过杂项这一块儿，我才刚刚够到门槛，精通更是谈不上。哎呀，您太谦虚了，您是市里博物馆的老馆长，也是咱们京城数一数二的杂项专家。哎，您怎么可能不精通啊？名声的东西都是人家吹捧出来的。哎，哦，把你带的那张，我看一下。哎，好的呀，好的。哎，小伙子，不好意思，这是我昨天约好的，对不住啊，麻烦你再等一下。小齐，给这位小兄弟泡杯好茶。您请便啊。家老，您上眼。哇，喂，老张，还记得雍正年间感召日月的奏折吗？发一份图片给我。真是难为我了，没有实物啊。小伙子，我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呀，钱换钱，不付钱。五府临门，不错，难得这么好的品相，是一些做法事的不二人选。你准备卖多少啊？您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好买家，具体什么价，你们自己谈。没问题。你准备卖多少啊？您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好买家，具体什么价，你们自己谈。没问题。伙计，合同。狂草，楚燕，好字啊！什么东西随我来？哥几个，好货来了！五福临门，五帝钱，真我出五千，我要了一万，一万五，两万五，三万，三万五，还有吗？我老公有的是钱，他新办公室就缺一套五帝钱。江老，我老公马上就送钱过来，你受累等等吧。各位喝茶，喝茶。江老板，大气。恕我眼拙，这东西我看不准。我明白你的意思，看不准就是假的。我同学给我发过来的奏折绝没问题。你的图章和奏折上的图章在纹理上有出入。什么出入？我说的就是假的喽。无论官印还是私印，电脑呢，现在可以把任何印都仿造了，纹丝不差。所以现在在字画鉴定这一块啊，名家的印章早已成了过去式喽。刘先生大可不必往心里去嘛。我这个人呢，说话直，您呢是老许的校友，还望您见谅。畜生，这个败家子！伯吉，这个是什么呀？是我波拉猜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波拉怎么没来？波拉没了，我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周六日来这摆摊的。这个卖多少钱？麻烦把那个针给我。刘姐，后天还去典当行吗？
前座那个小伙子。别跑了，不去。下回我做，儿子都跑了，就是你自己。你祖籍山西的是不是？1683年，新县有个刘申礼，对不对？刘申礼字西公，号敬轩。康熙52年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雍正皇帝即位后，以敢言进谏闻名，他做了工部侍郎，直到乾隆即位后仍得赏。贪财不好色，一心为民。刘一谦，你的祖辈是个好官，你的印章也是个好印章。哎呀，土大师，土大师，帮我，你得帮我呀！上车。哎，苏大师，您说的对，这个刘申礼啊，他确实是我的祖辈。我呢，是个高级工程师，家境呢不算大富大贵，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啊，那就是因为我那个畜生儿子，大三的时候交了个女朋友，碰上了校园贷，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这暑假回来偷了这个印玺，还给当了。他再还不还，还把他女朋友给捅了。你一定要帮我呀！我刘家也是个书香世家，咱这个小畜生没教育好是我的过啊！咱自有法律收拾他。宴席肯定是真的，不过我就一收破烂的，我说话谁信呢？哎呀，我信的，我信的。你要多少钱？100万。宴席，我买了。叶琪，我买了。你买？下车。啊？怎么？你是怕我没钱啊？不是。哎，楚大师，按道理说，我这个应该送给您，但是我要给我儿子还债啊。你说100万，我80万就行，我这里还有一点点。行了，后天点的行见。哎，楚大师，哎，楚大师，哎，等等我，楚大师，哥，你回来了，饿了吧？原来你叫楚燕，真好听。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托朋友打听的，如有冒犯，实在抱歉。哥，快吃吧，我随便弄了点，有点寒酸，不知道晚姐是谁。没有，我没有嫌弃寒酸的意思。对了，上次还没谢谢你，你送我爷爷的那根烟枪，他很喜欢。婉姐，我哥不太爱说话，但是人特别好。没事，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出山，晚上再跟我一起去鬼市掏点东西。你不知道吗？老北京这样的鬼市，4城有8个，西城皇城区根下的最大，以售卖布衣为主，其他的货物鱼龙混杂，既有珍奇珠宝，也有假货蒙人，所以夜市也称为鬼市。楚先生，你同意了？那走吧。
送给你了。哇，这个物件好精美，好像不是中国的东西。你说对了，这个是春秋战国时期才传进来的，起源于巴西和印度。那个时候游牧民族认为戴这种项链趋吉避凶，所以他们每次出行的时候都会戴上这种项链，一个是讨个吉祥，另一方面也可以交换一些他们所需的。哎呀，还有新村玩呢？谁的主意？我这么做有什么目的？你管不着。看来你是不知道我是谁。看来你是不知道我是谁。您就是传说中的鬼爷吧？久仰大名，我爷爷叫沈瑞秋，你老就看在他的份上，放了我们吧。哦，沈家大小姐啊，那你爷爷没告诉你鬼市是我的地盘吗？我想筹钱买件宝贝，他们不知道，跟他们没关系。什么物件？我和你说不着，把鬼爷给我叫出来。不简单呐！没想到是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鬼爷竟然是这么年轻的人。你就是这几天两次三番在我攀仙床闹事的小子。你要是硬气，我也不成。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说硬气是真的，我还真不敢信。我想要的东西，别人可拿不走。哼，好大的口气啊。你对硬气这么是在乎，莫非硬气有什么别的在乎？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做我父母的开心。我可不敢信。共享信息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是真的。你知道？我只是贪财，听说你实际是要。能开出不少，我看你也不像贪财的路子，你到底有什么？先放个走。人都走了，我可以告诉你，你敢？所以你就是民国鉴宝奇才楚燕，那口鼎关乎国运。怎么，还敢跟我合作吗？恕在下眼拙，还请楚爷多担待。我刚才也说了，我只是贪财，找到后我绝不动您的底，只要您分我点小玩意就行。你知道顶在哪儿？我只是听说，找到印玺就是拿到钥匙和线索，应该在印玺上面。我对你二当家没兴趣。那我把剩下的钱补上，再投资您开家古玩店，您喜欢？您放心，我绝不分红，一分钱不要，只要楚爷平时帮助凤门建宝。哎，这儿典当行，充分的慈善行。哎呦，楚大师，楚大师，楚大师，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上次是我没有开山，您别计较啊。瞧瞧瞧，怎么长了眼睛？这楚大师看不出来啊！滚！哎呀，滚滚滚！坐，来，楚大师，坐，坐坐坐坐坐。李正昌，哎，可以呀、啊。这典当行你开的？哎，我哪有这本事？合作都是合作。哎，大师，东西一会儿马上到。
哎，那个大师，我有一事想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上次那烟杆是额尔金的？额尔金那老狗当年带着两国联军入侵了圆明园，又命清政府割地赔款。慈禧太后命恭亲王奕欣去和他谈判，奕欣知道额尔金喜欢抽旱烟，所以奕欣命着当时的清宫造办处造了这根上面带有额尔金英文缩写的烟杆。但关于这件事儿吧，国内记载查不到，但西方的记载有。哦，是这么回事。吴大师，你要的东西呢？哦，是这么回事。吴大师，你要的东西呢？哎，大师，哎，刘老，刘老。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呀？哎，祖大师，你快看看，对不对？你保存的很好，这就是命啊，祖大师。哎，看来我和这个印章啊，已经没有缘分了。为了这个印章，我的家族的长辈也去世了，您就替我好好保管它吧。这将是我第一个私人珍藏品，我会永久珍藏，交给你，您放心啊。哎，那个美女，你找谁啊？再多说一句话，姑奶奶我点了就跑了。不是，你是对。再多说一句话，姑奶奶我点了就跑了。不是，你是。里面的螺丝血线清晰可见，光体晶莹，摸起来细腻柔滑，吃柔密码，至少一百多年。好，后面的还是让主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刘一谦刘先生，说到印面上这四个字，就不得不提到刘先生的祖父。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历经康雍乾三代，官职一品。这个人就是刘申礼。刘申礼为官一辈子清廉，两袖清风，直到他告老还乡那天，依旧是个穷光蛋。最后他怕乡民们耻笑，特意买了十几个大箱子，装的全是砖头。直到后来皇帝受举来查，才把所有的砖头换成了真金白银。哎，不对，这跟这印章有什么关系啊？准确来说，这方印章不应该叫印章，应该叫印玺。玺。是皇帝的祖宗玺。是的。哪个皇帝？俯仰无愧于天地，褒贬自有成就。雍正。三百年前，除了雍正，谁还能用龙头来做印？那请问大师，为什么？雍正皇帝在登基不久，他就做了一方私人印玺。而这枚印玺正是由当时的印刻大家邓石如亲自完成，上面的字也是由他亲自雕刻的。这四个字就是但朝日月。但朝日月，这不仅是对我们家族的认可，这还是雍正皇帝的自白啊！天地无愧，胆朝日月。印玺，这印玺我不卖了。老板，你看他放什么屁？签了合同，收了定金，知道是乾隆的印玺，不卖了。别生气，定金退了，印玺留下。你家要不要点脸呀？
于先生，只有分红权，没有控制权。再说刘老签的只是意向合同，定金退了，再返三倍定金。我想要的东西，可从来没人能拿的。那你就试试。薛老板可是想得罪凤仪。你是鬼爷？敢动鼠爷，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鬼爷也是个女流之辈，不过这是白天，在我们青帮面前也只能做个丧家之鬼了。来，我把人扣了。好。你老丈人是松月斋老板，既然约在我们这儿接头，那瞒二位，金庙堂的董事长，也就是我的老丈人，他呢没什么话语权，我这回是惨。陆德全今年得有80。哎呦呦呦呦，还没隐退呢。哎呦，鬼爷，您这说笑了。我这个人呢，当了一辈子的赘婿，没能力，没本事。我呢，平时也就跟一般人下穷了。陆老师，您要是不嫌弃我，你就收我当个徒弟，我给您当个恶霸，您看成吗？哎，这样，您二位先喝着，我这给您沏茶。楚大师，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哪里有慧根了？他今天这样，多少也是因跟我有关系。再说咱们点心可不是要开业了，也需要个机灵点的。师傅，鬼爷，你们跟我来一趟。师傅，这边。怎么回事？我刚在外面搬花篮，突然就看见这个画刷了一下打开了，吓得花篮差点都掉。我进来一看，字画上正是四个大字。我刚才在擦柜台，情况跟玉哥说的一样。元亨利贞。字画出现的时候是几点？我擦完柜台，刚好看了眼电脑，应该是7:07左右。难。上乾下乾，捣鼓什么呢？是乾卦。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道变化，万物滋始乃立贞。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乾卦为天。没想到师傅你还懂这个。所以谁干的？什么意思？先不管什么意思，我收起来。哥，开业典礼快开始了，我们走吧。好，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儿呢是一个特别隆重的日子，鉴宝大师楚燕新店开张，假一赔十，来。好，恭喜楚老板开业大吉，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好。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两位老板，楚老板，楚老板，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年纪轻轻就在京城的古玩界有了一席之地，真是后生可畏啊！别生脸，来，请坐，二位。楚老板，这是实至名归，可喜可贺啊！您久别，今儿啊，二位就请等着捡漏吧。好的，好不好？好的，来。接下来这个藏品可是大有来头了。海外回流粗陶鎏金陶瓷罐，价格500起拍。各位藏友们，我相信此时此刻你们还没有离开顶金阁，一定在等，等一个有历史、有价值、有收藏意义的东西。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等到了。来，三问怀表。50000起拍，让我看，我来，让我看，瞧瞧，什么破表，这都不懂，还好意思说是压轴？最近业界所传的大师也不过如此嘛。这块表还能修好吗？我盘问了京城所有修表大师，已经修不好。2000块钱就买个破表？谁说修不好？御用大师都修不好，你能修好？
那我修好，你是给我下跪还是磕头？你要是修不好，就把这块表给我舔干净。这么拧，不就拧坏了吗？赚了！有万年历、三问、计时三种奢侈功能的100多年前的老怀表，那绝对是表中的经典。别说50000了，20万都嫌少。有万年历、三问、计时三种奢侈功能的100多年前的老怀表，那绝对是表中的经典。别说50000了，20万都嫌少。是啊，楚大师说什么让我们过来捡漏？这哪里是捡漏？这分明是有宝嘛！这块表是100多年前第一批三文怀表，是一位国王使用过的，由清宫造办处赵德元就保养过这块表。要保养过就保养过。来，劳驾，请过，让我看看，是我家工艺的痕迹。今天祖父赵德元，莫非您就是英秀斋的现任掌柜赵云成？正是鄙人。这里西用，请。难道这位爷不给我们家爷磕一个吗？一块破表也至于？什么破店？开业第一天压轴就是块破表。我听说丑老板最近不是找到一个什么皇帝印玺吗？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就是，那么好的东西落灰了。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是楚大师的私人藏品，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可以轻易私人的呀？你们是何居心？业界公知的不成文的规矩，主人的私藏不行不可。你们主子是谁？他派你们来变定义咬人的？说，谁派你们来的？警察调查完把所有人都放走了，新装的监控坏了，什么也没拍到。我以为那帮杂碎是同行来闹事儿，没成想居然是他娘的调虎离山。除了尹帮那群人还能有谁？姑奶奶，我这就带人砸他们金药厂。哎，行了，你是怎么知道尹玺的药锁在哪？我凤门恩是京城地下古玩城的老大，牛鬼蛇神多了，小道消息自然。只听说是一面刻有胆照日月的印玺能开宝的，但不知道地点。查。只听说是一面刻有胆照日月的印玺能开宝的，但不知道地点。查。有行为肯定有可能，按照消息给我查。依法，所有鉴定印玺，说是假的，那价格应该给我找一。好，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共同点，嗯，有几个是尹帮的，有几个是沈家。沈满意家想当什么？那天闹事的人有没有眼熟的？我今天打架的时候，沈婉意在现场。我光顾着娘家，什么人装神弄鬼？滚出来！吓死姑奶奶了！这次怎么是力破难？四肢短小，身材娇细。长毛教子，长毛教授是指雌吗？什么意思？一匹马之战，这匹雌马就是聘马的意思。坤上坤下坤为坤卦，方向为北，坤为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凌晨5点钟，在东侧就会出现离卦。他们再给我们线索。线索。没错，
就是大姐的线索。当初见钱挂的时候，印玺并没有丢，说明有两伙人正在注视着我们。那不是今天跟那天的名单不谋而合？你能获得的消息，那两个帮派怎么可能得到？呸！一帮小人！我跟你们说，抢印玺的事儿肯定是影帮干的。哼！他们仗着自己是老大，什么事干不出来，什么事都敢正面跟你干。呸！一帮小人！我跟你们说，抢印玺的事儿肯定是影帮干的。哼！他们仗着自己是老大，什么事干不出来，什么事都敢正面跟你干。你小子说的倒有道理，沈家行为做事一贯低调，这装神弄鬼之事，搞不好就是他们。他们其实是想给我们线索，但是没有一方是想跟我们合作，给我们线索，也只不过想利用我们罢了。行了，这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我鬼市也该开门了。你们去吧，今天我住在这儿了，我等等明天凌晨的消息，你们回吧。哥，我跟你一起留下。哎，你们都留下，我也留下。哼，现在像爷们儿啊？我先走了。怎么说话呢？我之前不像个爷们儿啊。哎，那我出去一下，抽个烟，有事找我。秦生哥，啊，醒醒！啊，怎么了？我哥睡醒了。哎呀，你告诉孙子到底要干什么呀？李先生找我过来有事吗？楚先生，你上次让我帮你爷爷淘的一个物件，我没找到。没关系，你不是送我项链吗？我很喜欢。这不是昨天拍卖会上那块怀表吗？小小心意，希望你爷爷他老人家能喜欢。这个多少钱？不收钱。久闻一道观大名，我这个小年还承蒙你爷爷他老人家庇佑。原来你是想认识认识我爷爷，我们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呀？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没事，你要喜欢你就说得了我嘛。那个于先生，你有什么事你找他，我还有点事儿啊，你先走了。因为沈总，咱们又见面了，找他。我不懂这些。哎，沈总，今儿啊，我带你们看，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我告诉你啊，都说男人没几个好东西，女人也没几个好东西，一个个能装的。我活的时间长还是你活的时间长？行吧，反正我信你，但是他不知道我代表他爷爷没有。怎么有消息了？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这老狐狸。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这老狐狸？消息是一道惯法，我猜他们想跟你一样，放出饵，吸引能人异士来争夺，然后自己做出渔翁之利。有意思。接下来怎么办？什么也不办。什么意思？按你说的，鹬蚌相争，咱们坐收渔翁之利。你别给我整这门子做的什么玩意儿！一道观既然把消息放给了咱们，说明看好咱们。但是呢，影帮兀自破坏了一道观的计划，他们不会束手旁观的。你还真是个老狐狸啊！
这是做什么药呀？坎卦为水，没错。鱼，是刘冰洗的鱼。你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池塘、河流之类的。好。我靠！快，打开。还真让你这个老狐狸给开瓢了，师傅，您是怎么知道印玺在池塘里？坎卦有福，为心亨，行有上，两滴水在一起是水。双方的问题和困难凑到了一起，依旧是问题和困难。主方应当小心谨慎，谦虚的和各方维持联系，双方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克服。两滴水，两条鱼，分别代表着一贯道和咱们。水尽，则代表咱们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他们的意思是，他一道贯水主，咱们是客，是势头。也是宣誓主权，他认为他们知道的东西多，所以是主。天哪，以前怎么没发现一道贯全是主？你们来看啊，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南侧是乾清门为天，北侧为坤宁门属地，东侧的日经门和西侧的月华门分别属日和月，小院的中间则是明朝历代帝后的居所乾清宫和坤宁宫。嘉庆皇帝在北郊安定门外建的方字坛，奉祀的是地神；东郊朝阳门外建的是日坛，奉祀的是太阳神；西郊曲城门外建的是月坛，奉祀的是月神。这不都是一样的吗？西郊曲城门外建的是月坛，奉祀的是月神，这不都是一样的吗？那整个京城都是一个镇，这范围也太大了吧？其实京城是两个重叠的八卦阵，只有这两个。这两个镇的范围也够大。哎，只要我们找到阵营所在，我们就找到方位了吧？哎，你小子还挺有脑子啊！停，不对，这和胆招日月没有关系。胆招的意思是昭然若揭，根据一道观的线索，日月对应的是离坎，也就是说宝藏的位置就在日月的位置，我们只要找到八卦中的离坎相对应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日经门、月华门、日坛、西月坛这四个。对啊，这四个地方现在哪个地方能让你动土？再说日坛、西月坛这么大，我凤门引帮一道观所有人马加起来都要找个好几天，而且就算我凤门一道观能派人去查，闹出这么大动静，这不是作死吗？走，咱们去日清门一探。哎，不是，我说这大晚上的都一破条看俩小时了，看出什么门路了？哎，爷爷说的没错，你们果然在这里。哟，沈小姐，这么巧，你怎么没在这儿呢？这是爷爷送你的回礼，说让我去日进门找你。嚯、哦，金龟，爷爷这是要让你当我金龟婿的意思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哎，楚先生，你去哪儿？所以沈总，你也知道了，我跟楚爷是合作关系，现在可以走了，我们还有正事要。爷爷认定的人就是我的未婚夫，我有什么正事，是不是可以知道呀？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既然我们决定跟一道观合作了，他们知道也无妨。合作？什么合作？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楚先生，我是真的不知道。快，地图。
二环路。你们来看印玺的凹陷。这二环路的形状跟印玺一模一样。没错，现在的二环路就是以前的古城墙。外墙在南，为乾为天为阳；内城在北，为坤为地为阴。外城扁圆形略宽，内城正方形略窄。外城的东南角曲折凸起，内城的西北角呈凹陷状，正好也就是印玺的凹陷。说之前怎么这么容易找，还得说说。这内城范围这么大，比之前还宽。你们在说什么？好厉害啊！爷爷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爷从来不跟我讲这些，我是学金融的。你们在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师傅，你看这个印玺和内城都缺了一角。气口，东南角为艮卦，艮为泽，西北角为兑，兑为山，正好形成了天地正位，山泽气。不愧是我师傅。找着了那就拍马屁。这内城这么大呢？丙属火，东青龙，南白虎，西朱雀，北玄武。要想国运昌盛，必须以水克火。就是这儿，记住了。没错。应该就是这片水域附近了。丙属铜，进水，但不可侵水。别藏了，史先生好听力啊。好啊，我就知道一道观的沈大小姐怎么会是个傻白甜呢？怎么是你？受爷爷之托，还请诸位见谅。哎，史老板，你该不会是要玩真的吧？上，诸位，别动！哎，收。沈先生还不松开吗？不能。来人，给楚先生包扎一下。你究竟是什么？放心吧，楚先生，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还指着你给我们家寻宝物。你究竟是什么目的？难道我们沈家就不能是贪财吗？单纯贪财的人是不会轻易把自己刀上的宝贝送出去的。这位封门的鬼爷，他就是单纯的贪财，知道我有印玺之后，不管线索他懂不懂，都会寸步不离的黏着我。而你们主动把刀上的印玺让出去，让社会各界人士争抢，可见你们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贪财。你们不用管楚家在做什么，你们只好做好客人的职责。五行一令，四方游魂，速速显形。五行一令，四方游魂，速速显形。如有违逆，日入渐进。招魂诀，你疯了！你道观本就是邪魔外道起家，我以为早就失传了，没想到这妖术还在用。放手！晚辈一道观沈家沈婉意，请问前辈可否知玉玺现在的所在何处？多谢。停下。晚辈一道观沈家沈婉意，请问前辈可知现在玉玺的所在何处？多谢前辈。你们一道观究竟有什么目的？我大概已经知道具体方位了。
那麻烦楚先生带路。哎，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楚先生，请。这是。披发显足，身着玄袍金甲玉带，足踏龟蛇，头顶金罩。此乃金武大帝，此水不是水。走，水先生，你去哪儿？西城侦探。武坛道长，深夜叨扰，真是抱歉。我已在此恭候诸位多时了，请。雨坛道长，知道我们为何来此？余渊居士。您？雨坛道长，深夜叨扰，真是抱歉。我已在此恭候诸位多时了，请。雨坛道长，知道我们为何来此？余渊居士。您？就是我召唤您前来的。为什么？那口鼎是师父当年拼了命护下的，藏在我们庙中。师父临终前嘱托我，要物归原主。所以我不是什么魂传，我是附体。非也，只是将您前世的记忆带入到了现实的身体。请看。道长，您将鼎守护得很好，我想爹将鼎继续放在此。您为这口鼎牺牲了性命，我岂敢有资格？道长，我前世背负了太多沉重的使命，因为您的召唤，我能再重新活一次。这辈子我只想为自己而活。没有，没有。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突然嗷的一声，吓哭奶奶我一声。我找了五年，爷爷已经卧病在床五年了，所有的名医都治不好，爷爷现在只能靠换血续命。什么？一贯道的沈爷卧病五年？藏得够深啊！我就说怎么古玩界的活动，沈西文一律不出。你爷得了什么病？爷爷得了什么病？爷爷乱吃保健品，得了白血病。我们以为骨髓移植一下就好了，可是没想到，三个月后，爷爷突然开始咳血，病情一发，上吐下泻。你知道吗？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手术七十个小时以后，爷爷的血竟然开始凝结了。哎，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后来我们家找到于世家染家，替我爷爷把脉。他说我爷爷是罕见的坏血症。他说我爷爷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了，没有办法。我们家只好花重金筹备私人血库，才勉强续命到了现在。再后来冉家说找到了别医剑本医学的一个古法，我们所有药材都已经找齐了，可是这古方中的最后一味药已经绝迹了。照你这么说，何止从一开始都是你爷跟我一块合作，
一直都是你的，或许能救你。你，你们两个姓曹，我跟他回去。不是，楚燕，你又作什么妖呢？ 这个女人心机深沉，不怀好心，你怎么还信她？哎，姑奶奶，师傅都说了。我……哎，怎么了？开什么玩笑啊！这黄毛小子能治好你爷爷？爸。 五年了，既然爷爷注定要死，为何不让他试试？我真的撑不住了，我真的撑不住了。坏血症也叫凝血症，这个病最早的记载不仅仅是在宋刻版的孤本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明朝赵振道写的《百难症》里边也有过详细的记载。 赵振道的名头，我们都听过，不过他写过《百难症》，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赵振道，师承资金派祖师朱振亨一脉，在明末固然有名，但却没有任何医书传下来，中医始终也没有这个记录。小伙子，不懂不要信口开河。《百难症》确实由赵振道所著，信不信由你们。 这本书里边记载了190多种疑难杂症，也包括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灾难。明朝末年？大灾难？对啊。明朝末年？大灾难？对啊。是的，坏血症也是其中之一。这本书里记载，患者是不会超过10岁的。明朝福恭王朱常洵最喜欢的小郡主，也是得了这个病，而治好他的，就是赵振道。 那你倒是说说赵振道是怎么医好小郡主的？和宋刻版本里的方子一模一样，绕了这么大圈子，原来用这个方子，造血功能都没了，连神仙都救不了，你懂不懂？那就恢复他的造血功能。楚先生，你说的对，恢复沈老爷子的造血功能就能治好他的病，那么怎么样才能恢复呢？针灸加药。我的精绝十三针救不了沈老。 不过说起针灸，我想起前段日子说有个青年当街救人，使出了绝技的鬼门九针。没错，是我。哎，可惜。 宋刻本里的方子配不齐，沈小姐找了5年不都没找到吗？没了那位主要，这方子就成不了。告诉你，虽然你是鬼门的传人，但是这里绝不是你卖弄张狂的地方。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以为学了几十年中医就什么都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在我这就是不学无术的渣子，老祖宗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所有的东西都被你们丢尽了。你个臭小子，放什么屁？既然你们这么说。 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老祖宗的精髓。这难道是？我说过，我可以治好沈希文。融雪草配药的方子，你知道吗？ 牵制虫熬药，你说是融雪草就是。我说你们不学无术，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一个个都说自己是专家教授，一个个自诩都是顶。连融雪草这样的天才地宝都没有见过，民国时期随便一个江湖郎中都比你们强10倍。你倒是说说，哪本书上记录着有融雪草这样的天才地宝？咱们远的不说，就以你们的身份，也没有资格接触。 咱们就说近的，《满清大内清宫秘药》里边就有记载，在第9页，《普方秘藏神药》。
一直在宗人府保管，后由宣统带入民间，被宝怀堂购得。如果没说错的话，宝怀堂应该现在还有。喂，电话，给我电话，我要打电话。给我把酒精和碘酒拿。 好吗？哎，没事，针我已经吃完了，剩下的就要等药了。楚先生，辛苦了。药来了，药来了，快，那来了。楚先生，老爷子怎么还没醒？爸，你醒了，爸，爷爷。元老，剩下的就都交给您了。哎，楚先生，请留步。 楚大师，以后一道观任凭您差遣，小女也按照约定许配给您，希望您能够接受它。哎，师傅，老爷子没事吧？师傅，走。哎呦喂，师傅。 你可算是醒了，哥，你怎么了？幸福的你吓死我了！哎，扶起来，扶起来。没事儿，我呀，就是扎针内耗的比较严重。师傅，我没看错吧？你刚才好像是笑了。我好像也看见了。你还有点笑呢，一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刚才冉老过来说看你走的时候情况不对，把那个什么沈老那个汤药让我们给你喝。师傅，冉老可是说了，你这条命啊，就是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行了，我知道了。师傅，你看，都是给你准备的。我呢，就留两件。放什么屁呢？少说了个零吧。 鬼爷，你一下手，好像也没客气吧？师傅，没事，你缓过来。这些宝贝啊，是我以前收藏的宝贝。姑奶奶，我想起来，鬼是来看门的。哦，对了，我好久没回家看我妻儿了。哎，回来，余医生，别请。 以后点金阁就交给你们俩了。师傅，你这是要去哪儿？哥，那你干什么？我准备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你还回来吗？看情况。如果玩的开心了，就不回来了。是，还说帮我们破门建造。 那你跟我一起走。走。走。是我放你一个人走，你还欠我好多呢。